好，欢迎收看《古尊胜术》，我是蔡宗远蔡老师。好、哦，那么今天的一个盘式上，我们看到台积电哦，今天收一样是收相对高的位置哦。好、哦，今天来到八百二十元，同时呢，这个也带动了指数的部分哦，因为 CPI 的不如预期，但是呢，跌幅做收敛。昨天蔡老师有跟我们所有的这个同学还有投资朋友丁宁，在 K 线的角度而言呢，它留下了一个叫做累。 一个流星线哈，那流星线呢，就是你引线的部分是实体的两倍以上，同时它是一个倒的，哈，是一个怎么样呢？它是类似一个一个锤子倒过来，这个称之为，而且相对高位，我们称之为叫做流星线。那流星线不代表说立即反转，或者是它就是一个转折，除非有更强烈的讯号去做支持。比如说今天假设收一根阴线，收一根大跌长黑，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支持流星线转折了，但是呢，如果今天并非是一个是并非是一个阴线，而是一个阳线的话，它代表是短线上的停顿，啊，并不是趋势的结束哦。所以同学们特别去留意，今天看起来还是有这个多方继续的来做趋势上延续的力度。 但是呢，特别去做一个观察啊，昨天留一个长上影线，今天留一个长下影线啊，有点上下影线的部分。这个在 K 线的角度称之为叫做搓揉的状况，搓揉一般都是中继在涨，有没有？都是中继在涨，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像像这个前上个礼拜搓揉、内搓揉，中继在涨就往上走。好，因此呢，这个地方特别去观察跟留意，后面一样是属于一个多方的这个延续的状况。但是我也跟所有的同学叮咛。 现阶段是一个选股不选市啊，所以选股还是一个关键。那如果你是比较保、比较保守稳健的哈，我会蛮鼓励我们这个同学们去留意哦，像台积电这种多方延续，然后呢，短线重回多方，中长线多方保护的。那先前我在在这个节目当中，包含像我们在呃，像。 蔡老师个人的发表文章里头，也被这个聚亨网知名的财经网站收录进去，里头都有特别去做交代跟说明。好，说明呢，像类似这种 K 线技术面呈现的状况，高姿态震荡整理，价格不跌，量呈现萎缩，中长线在保护短线的情况之下，缩量找买点，找缩量的买点。 那自然而然，你就能够再掌握住该掌握住的机会。比如说，以这一波，你跟同同学，你看,看这个区间横向，对不对？最小的量在哪里？在这里。那你就这个地方去买进了、啊。有没有？是不是又赚钱？同样的逻辑，我们再往前推哦。好，再往前推，这个地方有个横向震震荡，对不对？好，这個、地方有个横向震荡嘛、啊？这里一样是一个区间，高点在这里。 第一点在这里做一个区间，对不对？横向嘛，那横向找最小的量在哪里？就在蔡老师出手的这一天了、啊，有没有？买进，是不是这里又赚钱？那这里有一个区间，找一个缩量买进，是不是又赚钱？台积电都能够这样操作啊，你看多简单。那这里又有一个区间，有没有？再找它最小的缩量在哪里？在这里。 最小数量在这里，买进又赚钱。再来，这里有个横向区间，对不对？这里有个横向区间，这区间比较大。都是万法不离其中啊，放诸四海皆准之。一样找最小的量在这里，买进短套的两天又赚钱。所以呢，这个都是在为什么在技术逻辑当中，当你确认好产业，确认它是一个。 是一个趋势，趋势往上走。技术面就是一个进出依据，找买点。所以呢，我们古筝声书里头呢，在教学的部分呢、啊，都也不断的来跟同学们提醒，就是、说你要提升起来呀、啊。你不能说哦，我凭感觉在做，赌博式的乱做，乱猜乱做，跟风九四零像这样九四零跟风，讨不了便宜呀、啊。后面即便会解套，或者是呢，即便后面它趋势往上走，但是你何不等？ 掉下来的时候再买呢，或者是等好的时机再做应用呢。然后呢，台积电的绩效不会输给九四零那台积电的安全度也不会输给九四零所以一来一回做做个对比，你会发觉到跟风买九四零的很多都是小白啦，甚至呢这个基础比较薄弱啦，观念比较薄弱，就是一个跟风。人性的弱点如此啊，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 同学们叮咛了、啊，买卖股票一定要研究，要花一点时间投资自己，花一点时间来去做一个研究，找好的产业做趋势大确认，然后呢，一个大的方向趋势确认没问题，再找怎么样？找短线，短线进出的时机，技术面的应用时机，再做一个掌握。那昨天蔡老师有跟各位叮咛，我们说呢，我们上架了一个新的教学教学课程，就是呢支撑与压力理论，好、哦，支撑与压力论这非常重要啊。 你没有这个底哦，你甚至有很多很多的技术面的预测、哦，你可能会失败率非常的高。那如果你有这个底的话，你的失败率会降降很低，然后呢，你的胜率会拉起来。因为如果你当你知道，比如说我以长龙为例子哦，当时长龙同学们还记得吗？我送了一份关键报告给你，对不对？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用月 K 线，对不对？ 为什么赵老师在当时送了一份这个长隆的关键 K 线给给我们这个同学哈？这是月 K 线，每一根代表一根 K 线。在二零二一年，来同学看哦，是不是很明显你就知道了？这股价位置在这里啊，有没有？ 当他来到了接近两百块钱的时候，这个位置啊，三月底有没有？那你看这个成交量，啊、哦，我用三个图好了，你可能看得比较清楚。来看这个量，它这里往上走，然后呢，前坡的这个二一年的量这么大，有没有？那这里的量这么小，它怎么会一次顺利突破这个压力呢？这个叫做区间动能，支撑于压力理论当中里头的区间动能。 做对比，所以答案就出来，它不能过度追高。过度追高，你短线上会卡住。所以当时，当时邵老送给各位一份研究资料，对不对？是不是跟我们同学们提醒呢、啊？长龙，你要注意哦。当它涨到最高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提醒同学了，注意哦。它这个地方呢有卖讯啊，在三月十四号。为什么卖讯？短线多方出现接近缺口，接近缺口呢？ 预压震荡要怎么样走返回，走返回，所以是不是就掉下来了？有没有？这是当天我们先做预告的，都是公开操作、实战操作的预告。包括像这个国防军工股啦、啊、嗯、e v o t o 的概念股啊，我特别写在这个地方说，我们隔一天要重压一档个股。这一档个股呢，是准备要重压，不是隔一天。后来隔一天出讯号，我们就压了嘛。所以呢，你看到昨日有预告重压，哎，今日出手涨停。 这两个股就是八零三三雷虎嘛，后来从五十二块涨到这里六十四，啊，涨到这里七十七，对不对？一口气它涨了百分之五十。三月二十二号在这里啊，在这里啊，拉起来，昨天还在创新高，那今天呢有压力变大的状况哦。好、啊，今天短线上的这个卖盘力度变强。 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它也准备要遇到高点压力的干扰。来，注意看，这里有个高点，对不对？然后再做区间动能对比，这里有个大量套牢区，这里呢量比较小，所以要一次顺利的话，除非明显的主力强表态，否则它一样会预压震荡，所以短线上会陷入一个震荡，甚至有一个返回，所以你操作上面是不是很简单？低有进，高有出。 价差操作就能够怎么样掌握住该掌握住的机会，像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可能会实现的商机，你利用技术你就可以去预期到了。你预期上档有压，所以答案很简单，上档有压，那就注意它如果没有强表态，就是一个短卖一趟，形成价差的机会。未来会发生的事情会实现商机，现在要赶快去做。所以呢，我们当时写了一档个股、哦，在这张字卡里面。 当时我们三月二十二号呢，提醒我们学员买进雷虎啊，对不对？八零三三雷虎，八三月二十二，三月二十二在这里啊，我们看 K 线图，在这里，这里，而且是早盘就出手。邵老师跟我们学员叮咛哦，你操作的时候，你要习惯在早盘就要做对应，因为主力一般大部分都会在早盘第一个小时，属于主力的黄金时间，他就会该动的就动。 该走的就走，该表态的就表态，而不是到收盘或尾盘。所以呢，你你看到邵老师几乎出手的时候，几乎都是在早盘。那早盘往往也是最佳时机，所以要特别去注意这个一个概念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张字卡又写了一个什么呢？写了一个工具机啊，四五三三协议机3 27，三月二十七号防守在二五点八五，后来防守我们一直往上移啊，三月二十七，对不对？来，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呢是在三月十九跟三月二十，这里有一个突破缺口，中继缺口，所以呢中期之后它有个横向，横向上是,是预估中继出现第一个之后它会加速，所以呢你只要等攻击讯号出来，攻击讯号就是呢它这里的横向再一个突破，再一个突破就是一个表态，所以代表要加速所以你看我们买在这里，买在这里，再买在这里，完了三月二十七号一样是再做一个买进，叮咛我们都这个同学们要注意。 它随时会加速，所以呢，你看到从低档区哦布局到现在，这个是两根涨停的时候，它、啊、少了少了这两根 K 线，同学们看到，来看一下三月二十三月十九号，在这里，三月十九号做多方买进，三月二十号中继缺口出现再加码，加码之后它走了一个横向。 那当时邵老师预估随时会加速，股价会加速，因为第一个中继缺口告诉我们它有个特性，只要缺口不补缺，没有失败的话，它会加速，对不对？所以呢，加速在三月二十七号，邵老师跟我们玄丁宁做公开操作要注意，这两个股呢准备要喷加速喷出，甚至呢要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大涨，比较大的一个大涨，三月二十七在这里好，然后呢紧接着这一个缺口表态，对不对？ 所以呢，在线多方表态，隔日量缩洗盘，缺口未补，将走加速，有没有？这是一个表态讯号，它也是一个突破缺口的讯号，因为横向震荡之后再走一个突破嘛。所以呢，如果以小区间而言，它是这一段的突破，但是如果放大到这个区区这个波段而言，它是属于中继，好，是属于中继，都是一个表态讯号。那表态讯号隔一天有个甩洗。 甩洗之后呢，你只要主力动向去做一个判别，它并非出货，而是洗盘。那么，更加的要留意洗盘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甩一些筹码跟浮额。甩了筹码跟浮额之后怎么样呢？就开始做攻击。主力的攻击一般都有迹可循，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反转折必有征兆。所以呢，你看到它攻击一定是量出。 有没有量能放大，量出供给，量出供给，隔一天再往上走，形成量滚量，量滚量，有没有？蔡老师都没有被洗掉哦，为什么？因为答案很简单，没有卖讯不出，停利点动态的移动嘛。所以呢，我们防守点位置从这个位置缺口的位置,防守,的位置防守到这个地方缺口的位置，再防守到这个地方缺口的位置，再防守到怎么样？缺口三四点七，于不败了，确保战果。那蔡老师也没有让。 让我们的同学过度的去追高，除非他后面有在切入点的技术满足，或者是除非他有更明确的讯号，否则也不鼓励过度追高，而是一档接着一档来。所以呢，我们看到协议期过后，邵老师又带给我们学员操作一档像、这个，像这个像这个三个九四的阴气，来注意看，这也是出一个底，对不对？然后之后呢，这一天做预告，预告之后。 哦，更正，这一天做预告，它是一个突破缺口表态嘛？隔一天涨停，有没有涨停？它现在目前遇到前高压力有干扰，对不对？前高压力有干扰，所以短线上会稍微震荡，震荡一下。价差的部分，该进则进，该价差则价差，该报则报，该退则退。 所以每一个进出都会有所依据。你看它像协议机四五三吨的协议机，蔡老师说被遗忘的 AI 伺服器股，对不对？它是知名的全球冲这个伺服器冲床的一个制造商，有门型冲床、C 型冲床，然后呢，它的产品线非常的多，从二十五吨到两千五百吨都有。同时，它也得到了欧，它打入欧美的供应链了，通过了欧盟 CE 的认证，电动车啦、啊、家家电呐、啊、家用品呐、啊，还有这个手上的订单有二十亿 AI 伺服器。 的机壳，好作为一个冲压配件的部分，还有车用的一个部分也有，而且主要伺服机台呢，比传统机台省电节能，所以呢它有碳中和、碳减排的一个概念，同时它长期耕耘在这个伺服冲床，所以它本身是比较有利基的，因此你看到它的获利、它的营收大幅的转机成长，那这种个股呢，如果转机成长的话，股价都不会寂寞的。 那你深度的产业研究之后，再加上技术的这个进出依据，要赚到波段，要赚到倍数，甚至要赚到比较大的空间，何难之有？而且如果不如预期，我们对应好该对应的策略，何难之有？所以，蔡老师呢公开操作，实战操作，然后呢跟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做叮咛，我们说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凡转折必有征兆，那至于这个雷虎，其实张老师侧标上面写雷虎，还有一些个股都是获利赚钱的这一波。重点是雷虎跟协议机，光是短短大概两个多礼拜，大涨了超过百分之四十啊！雷虎涨了百分之五十啊！而且有目共睹，公开操作，每天每天追踪，每天每天跟各位做钉领，对不对？是不是一路以来，一路以来始终如一，而且。 这个每天每天的提示跟定义，那今天一样，邵老师呢在跟同学们在预告一档个股，四叉叉叉，雷虎呢它是军工股对不对？这一波军工股有些都蛮强的、哦、你看像这个无人机叫做中光电，还有亿奇啦，甚至汉翔啦，甚至像雷虎啦，有没有走了一波上去？请问这一只这一只个股有走上去吗？ 它还在低档。但是呢，它在今天特别不寻常，出了关键讯号了。什么关键讯号？它盘跌了一段时间，这个叫做惯性。惯性之后呢，足一个短底短底之后呢，出现了惯性的改变。惯性改变最明显就是量差，量的不寻常。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告诉各位，动者恒动。 近者恒近，除非外力的介入形成惯性的改变。那这种盘跌之后有惯性出来了，这里有主力潜伏，再甩一次，甩一次之后，足底，足底之后再形成一个惯性的改变，因为外力介入了嘛。那这个外力介入，如果它非散户所为，而是主力所为的话，带了一个表态缺口。这个缺口，上老师说过，突破缺口走什么？走转折，中继缺口走什么？走对称，接近缺口走什么？ 走捷径或反转，所以呢，各个领域、各个区域当中有没有没被发现的宝藏等，那么去做发掘。因此，我跟同学们提醒，好，这样子的个股我们在预告。那我也提醒同学们呢，跟紧脚步，掌握住时机。今天赵老师呢上架了一个新的教学，啊，就支撑与压力第一集。那么来电做一个咨询，啊，零二二三六五九三三三，或者是来电做一个学习了。学习就是投资，投资自己都是最好的，你花最最少的成本。 投资自己，但是呢，反而得到的都是自己的，甚至呢，你学好学成之后，还能够传承，传传承给你的后代子孙小孩都可以，因为你已经有概念了嘛，你不像股市小白一样，对不对？加入蔡老师的 Lite g u s Z 一六八，掌握住该掌握住的机会。那这两个，股，蔡老师一直在思考，一直在犹豫啊，到底要不要送给你啊？之前都是每一档个股每一档个股的送给你、啊，除了这。 这档啊，三二九四的阴绩啊，保留个一天而已。隔一天，赵老师呢就开牌了，有没有？后来果然它攻满涨停。赵老师现在目前随便卖还是赚钱，只是要告诉各位的是哦，它比较短，它短线上上档有有点压力的干扰，再加上主力的表态不连续，所以稍微休息一下。那我一直在犹豫这档要不要，要不要送给你、啊？那我也希望同学们哈、哦，电话的拨通。 好，来电先做一个把握跟掌握。那如果你是比较真诚的，啊，那么蔡老师一样，啊，你电话的拨通，那就把这档预告的、公开实战操作的，一样再送给你。好，一样再送给你。那你不要错过了一档又一档，像八零八零三的雷虎，我写在这里，Evotto 写在这里，就是告诉你已经预告了，我就是要压这一只。 已经早就准备好在等他了，吃饱饭早就在等他了。那后来四五三三三的雷这个协议机在这一天公开预告，告诉你说什么？他准备要喷出去了，他准备要怎么样呢？要加速，股价加速。所以呢，提醒我们的这个同学，公开操作这一档，你看着，注意看着，照着预估，大概没有几天的时间，它就加速出去。诶，果然这一段都是喷出。 四天将近快四个涨停了，今天其实也差差点就涨停，对吧？你看今天差差个两档一档就涨停，所以我一样跟同学们叮咛哦，这个四叉叉叉被忽略的军工股，把握住电话的波动跟跟上，好、哦，尤其这个电话的一个咨询，你要来电才有哦，哈、哦，电话的咨询。 那赵老师呢？真诚一点，赵老师就送给你，这个我们准备好的四叉叉叉被忽略的一档军工股，那一样是事前的预告，事后我们再来观察会不会又成功的模式再做复制呢？好，今天的叮咛到这地方，也祝福大家操作顺利，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